小满，今天回家吃饭吗？怎么，又做了什么新菜品？口味会不会很炸雷呀？什么意思啊？嗯，没什么意思。我吃过了，而且你别三天两头的就把我往家里叫。怎么说我也租了房子，以后是要嫁人的人。你别臭美了啊！谁稀罕你回来啊？我是让你回来有事儿跟你谈。你能有什么事儿找我呀？谈个情不算，那是家常便饭。 五月，你加班吗？对呀，就是跟你谈这个五月呀。嗯，不和你说了，我挂了，拜拜，妈。不可能，五月他根本不会答应的。你们还是不了解他。其实两个人一起出国读个博士，不是挺好的吗？当然要先结婚，然后再一起出去啊。老苏啊。 你怎么知道他不会答应呢？他那么清高，根本不会接受赞助的。而且他早就是 CMU 的研究生了，他犯不着回来打工，然后再回去。他要想一直留在那儿的话，回来待着5天直接走就行了，何必？其实，我觉得小贾更好，更阳光。你要是不同意的话，哎，是不是可以？ 其实啊，回国创业的海归一抓一大把，大家都看清楚了，这外国的月亮不比中国的圆。你只要把你那个 app 好好弄一弄，在国内干一番事业，我看更好。我还有事先出去，行吗？你去哪儿啊？行了行了，要了去吧啊。都是你的问题，不说好了？ 你为什么回国？你不只是回来照顾你弟弟，对不对？你说话呀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回国？是不是因为？ 说说，钱达为什么会拿下未来城市的项目？当然，因为钱达有造汽车的老厂房呀。无论是
开发新能源汽车，还是开发无人驾驶技术，肯定跟有点基础的合作呀。你别忘了，前达才因为数据丑闻丢了数据金融的标。没错，我也认为，前达不止汽车厂这一个王牌，但是很明显，前达的转型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。这两天我跟朱迪也在考虑，我们应该设身处地地站在前达的角度去思考问题。我们不只是合作伙伴，更是战略合作伙伴，帮助前达摆脱转型的困境，陪伴推进其成长，这才是前达可以维持动能的东西。多动脑子。另外啊，在朱迪发现你们背后参加极客狂人的事情之前，先把自己站稳了。明白。林少，你负责内部资料吧，复盘跟前达合作以来所有项目的状况和案例，好好发挥你的特长。是老大。五月，你就在外面找资料吧，利用你在留学时候的资源，看看当时的教授学生在软件这一块有没有什么参考材料啊、数据之类的，我就不给你限定范围了。行动吧。有事吗？老大，夏总没有给我安排什么实质性的任务，我就想说来你这儿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。你现在归夏飞和朱迪管，我又不好给你安排什么重的活。这样吧，你呢，就陪着他们俩一起探讨问题。要知道，钻研的过程是非常枯燥的，有你在就不一样了呀。你们俩没意见吧？说白了就是个书童呗，需不需要捏捏脖子扇扇风啊？行啊，我先出去了。那你们俩好好探讨一下吧。啊，那个晚饭边吃边聊啊。五月，那天晚上，对不起，那天晚上是我冲动了。对不起，我也冲动了。秦哥，哼，你爸爸不在，中午我请你吃饭，他下午才来。别逗了，秦哥，我等他干嘛？我就是趁他不在，找您聊会儿天。我说你们父子俩为什么老把我当传话筒啊？何必呢？你是小辈儿，啊，我向你保证，只要你嘴巴稍微甜点，啊，你们父子关系立马解冻。这不是挺好吗？冰冻下有鱼，对俩公司都有利，否则您让我怎么着？哎，爸，我们这儿有一单子，你给我们公司做吧。说不出口了。你吧，真为你做了不少的事儿。上次机器宕机，他出厂一顿训，那还不是为了让你老板重视你？还有陈大元的事儿，那也是为了给你面子。还有这单生意，他十分关注，给你们机会做软件包的样本。表面上看是让你们花钱不信任你们，但实质上是给你们加筹码。那是公司的事儿，跟我没关系。我早跟他君子协议了，谁都不干涉谁的工作。我们公司那是实力强，就该我们公司做，这叫互惠互利。好好好，你都明白啊。对了，就连你那个什么
什么小确信 ，App， 他都安装了。一不小心被我知道。这一把年纪了，还想转角遇到爱呢？是他匹配到了我。哦，那我们这 App 太精准了。说什么呢？哎，马上要招标了啊！你在你们团队表现得积极点。您就给个痛快话，我们公司是有戏还是没戏？那一群人天天在那瞎琢磨，就差扒我们家祖坟了。哦，是你老大派你来打探消息的？还真不是，你别让我问我爸去啊。哼，哎，硬软件两个包，肯定有你们的份儿。要是你想全部拿下，那就看你们公司的能力了。朱总，林大奇是吧？是。小的知错了，娘娘。娘娘，在下小旗子。小旗子，你是清宫戏看太多了是吧？算了，上次的事我就不跟你计较了，不过之后好自为之吧。是是是。有事您吩咐啊。最近出勤率很高啊，你可不想是畏惧权威的人。你这么聪明，应该知道我畏惧的不是权威。夏总，你看一下，这是我按照你的要求做的。嗯。如果有一天你突然转个方向，那个角度就没有他了，一抬腿一走，他怎么办？可能你现在不信，但是你不妨仔细想一想我的话。现在你也可能不信，这事儿我仔细想过了。他就是我的隐形眼镜，透过他看到的世界更加清晰、简单。我会放心的抬脚迈步，我会转个方向，或者经常变换角度。可是隐形眼镜就在眼前，想错过都难。重新做，先搞明白我的意思再说，不要浪费我的时间。小满，你坐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坐。舒总和任总那边，你选择去哪儿？我谁都不选，我不感兴趣。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他们两个其实是在划分阵营，你不去朱棣那里，他就会把你划到任总那边。
干嘛弄得这么复杂？我就想吃吃喝喝玩玩。再说了，我是朱棣招我进来的。那你准备参加朱棣那边？不是不是，我没准备。我准备什么呀？这群人太闲了。招标组的事儿很复杂吧？你呢？肯定去任老大那儿吧？你可是他的心头肉。你什么表情？你不会要背叛吧？之前不都改成叫老大了吗？怎么又变回来呢 ？K 歌那天记得带上你的小女朋友。怎么可能呢？最近天天跟泰克斯一起开会，不知不觉的就改了口了。嗯，那到时候咱俩一起去给老大捧场。小满哥，五月都说会去 KTV， 你怎么说？我说，我肯定是去朱迪那边。你想想，打高尔夫比 K 歌舒服吧？不好意思，你好像没被邀请。不过你放心啊，跟我混进去，带个小弟溜进去，这都不叫事儿。唱歌啊，唱的不好就别出来丢人现眼了，对吧？我刚才还在想呢，这里有不少的歌曲很适合你跟五月一起唱。哦，五月他刚给我发短信说他马上就到了，不过路上堵车，遇到一些交通事故，几辆车连着追尾，高架路上堵得动都动不了，但是马上就过来。这么严重？嗯，让他别着急。嗯。来了之后自罚三杯就行，必须的。来了，随便坐啊。喝了没有？来，谢谢任总。来，谢谢老板。行，放松点啊。好，来，谢谢任总。在哪林上啊？再等五月，林夏知道吗？那五月知道你等他吗？不是吧？你一个小姑娘敢跟我叫板，信不信我一句话让你滚出项目组？那你信不信我一句话让五月自动退出项目组？姐姐，我最不怕别人叫板了。服务员，多上点杯子。娘娘球技堪称专业级了。小宁子。你怎么也来了？都说娘娘球技了得，要我说，您身材更是了得。哼，你还是第一个敢这么直接夸我的人啊！哪有人敢看您的身材啊？那你怎么敢看啊？小的不敢了。哎，我说你看都看了，装什么装呀？哼，刚才。看你玩的挺开心的，陪我玩会儿呗。
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有点事儿来晚了。交通事故很严重吧？啊，可不是嘛，在路上堵了2个小时，我知道。你那个疯疯癫癫的小女朋友已经跟我汇报过了。哥，还有一个在路上堵了2个小时，喝酒。不是，我刚从高尔夫球场过来，那儿挺没意思的，是吧，吴云？林老大，那边的人数我都搞清楚了，我正准备私底下跟你汇报呢。先喝酒。别的事儿干，净练这个了吧？您这岁数能唱动这歌吗？有本事咱们划拳喝酒，愿赌服输，比就比谁怕谁。来来，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规矩啊，这是零，这是五，这是十，咱们各出各的，咱俩的总数在嘴上叫，好吧？来，五个，输了。我替你。再来再来，来就来，谁怕谁？五，喝。适配一下，嗯。喝。我替夏总喝吧。哇！啊，这叫做英雄救美。十个五十二十十五十五，没有。耶，哦，这不科学，他也比我快。那我们恭喜阿圭选手第二个完成了。不愧是阿圭，久闻大名。谁会是第三个呢？好了，第三位，张佳。第四名也不错啊。虽然玩出了花样，但是不符合我们的规则，没有用。不瞒大家，我知道公式，所以可以很快复原。不过我觉得这样赢得不光彩，所以我想尝试着玩点新花样。